但是呢，爸啊，你真少年，像我今要甲你去，你敢要带我去？我讲哦 ，no， 你要带你去，我咱带保姆顾问去，迄个真正来麻烦，对不对？但是嘛，唔敢甲咱去，啊，所以呢，咱爱真心的下功夫，吼、哦，那用错心，啊，用智慧心思，用伊宽恕命哩。为己只为家体咧拍算，甲人争出权夺利，最后只有空余憾，求业力产生吧。哦，那么而且好多有挂过，就是咱家己三大大地的故事，咱拢知影。哦，这何法明哥而且讲，伊毋知做拢是江苏，哪有人毋知影家己三大大地的故事的？哪人知？志豪，你敢知？唔知。哪唔知？可能咱志豪了。你唔知？啊，我这波亚杯三周的。亚历山大大帝，伊拥有欧亚非三大洲的财富，偌济军队，偌济江山。但是，甲伊要回去的时阵，伊甲深深体悟了种愿望搬倒不去，所以请伊士兵咧，甲伊的棺木咧两边吼，拢挖一个空互伊手，迄落伸出来。伊的手伸出来，就是要互咱世人了解讲，伊啥物拢无做，但是两手空空。哦，啊，佮而且咧，家己金银财宝对伊后壁咧也伊要早当然要世间啦。哦，而且请伊个医生咧，请伊个医生家己当观察，因为真要人求好命客。哦，啊，所以咧，而且这个故事，互咱大概了解，就是讲有影响的物件，宽恕命哩，有影响物件咱无在乎，但是伫咱人讲。啊，福慧双修的过程内底，嘛是需要经济哦。那么需要经济的过程，咱爱看，有法度人真正知足常乐哦，知足会当真正讲，亲像咱工会干夫子啊。但是啊，亲像咱工会干夫子啊，若亲像个时代，无人敢收到啦哦，安尼上辛苦啊。可是呢，伫物质甲咱心灵的层面内底，咱爱家己会晓去平衡哦，家己会晓去平衡。所以嘛，用初心，其实呢，即十六字呢，甲咱大学的三公里内底，伊的体甲用，伊是共款的吼。所以在人面顶，就是咱本具具足的这清净的本性。那么清净，就是咱爱善用初心，吼，善用初心，率性而行的这功夫，吼。那么在自自身的得了幸福的这境界，其实这咱多些些，拢会当去了解。那么，咱法空上师甲咱讲一句啦，伊讲道体本无修。其实，伫咱的本体内底，伊是清净无染的。咱本来免修，但是咱即摆为虾米爱修？哦，就是咱轮回众生了，众念重生，要需要真理来甲咱洗礼，慢慢哦，甲咱所有的这个邪知邪见的，慢慢来甲咱蜕变了后呢，咱甲法多人合得，哦，到法多人合得。那么，伫咱佛法，看咱一本册内底伊安写吼，伊讲古早人安尼讲啦，古早人安尼讲，伊讲人生最大幸福的代志就是夜半挑灯读坛经。嗯。其实六祖坛经，亲像佛法，就对六祖坛经较有兴趣哦。啊，你若有兴趣，你就咧看六祖坛经，你就感觉呀，是毋是亲像咱迄个谢老师哦，谢周旺谢老师。伊讲吼，伊家叔叔当作咧看红仔册安尼看，哦，有时间伊就是咧看叔叔啊。所以伊对叔叔即几本册呢，伊真正了了分明的。所有孔夫子的弟子，伊可能大家伊拢了解。那么这没有了，伊也无伊出世伫迄个时阵，为虾米会当了解？当然，伊也就是经过经典，然后落来经典内底伊慢慢。伊甲跟人讲细节慢练，慢慢去做了解。哦，那么咱读《药师大经》嘛是同款，《药师大经》对行愿品甲附属品，尤其是机缘品内底，哦，亲像咱即阵台北已经学到呢，玄觉禅师、天台上师，互我拜六，前日拜拜六坐四点五十，而且核心呢去甲伊做学习。啊，那么去的时阵呢，咱学到这个玄觉禅师嘛是足精彩吼，就是咱迄个已经永嘉大师的这个正道歌来底吼。那么当然，而且伊讲最幸福的，所以咱今日读
刘作东，你是足幸福的代志，咱可以当作足幸福的代志来看呢，一定会当去了解刘作明祖师所留下一本经典的智慧。那么咱有法度甲咱的刘作大经的智慧呢，转入去咱的心海里，伫咱的智慧海内底，会当捕捉这个物件，佛的正知正见。那么咱修行办道，咱真正就会退缩。哦，而且对大人讲话，讲这条路点行，咱足快活，足快乐的。哦，那么后拍接下来，甲咱各位先来分享。哦，伊这十品内底，伊重要伊的精髓是啥物？哦，那么当然，伊第一品，咱拢知影，咱读到遮第八页已经知影讲，伊其实哦，伫头前，伊就是咧讲伊要开始甲咱解说着咧，伊请听慧能行游得法事义。哦，所以伫即行游品内底，就是伊呢，伊得法，啊，伫大英堆十五档所有伊即规定的行游品写到非常的清楚，哦，写到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咱伫遮会当了解玉祖大师自述伊的心事，甲伊求法、得法乃至方法的种种的历程。哦，那么当然伫即个行游品内底，咱需要去学的呢，佛学，这是佛学。哦，我佛就是讲，伊的心就是归求作物，不求依物，甲咱无同款，是毋是？咱归求依物，不求作物，所以咱在海苔好好啊，乐乐啊。哦。大行班的，我是这个人的啊。哦。啊，所以咧，啊，就是互咱体会讲，归求作物，不求依物，伊是咱学习的一个模样，伊一个精神。那么咱今日若有这种伊的精神，甲伊真正伊这个。哦，为求作物，不求依物的这个心境呢，那么咱修办道，咱就会海开啊！哦，这是第一品。那么第二品法界品，那么法界品呢，伊就记述着六祖因为气数的清净，而为大众开眼摩诃或者婆罗蜜多的这法机。哦，伊讲若悉得自性法界，即是见性成佛。如果咱若了解咱自身当中，其实佛法啊，去到前所咧学习的时阵呢，有一个来寻求道的呢，伊叫做啥物名？叫做袂记着一个太太，伊讲哦，啊老师啊，啊你头拄仔穿迄衫给我，啊是啥物啊？头拄仔讲是讲讲，我搁听无呢，哦，因为咱佛法入去主本，啊咱迄个灵凤宫三宝。那么灵凤宫三宝，伊是呾初初学会晓宫三宝，所以一定会较袂像咱讲学讲较久的人，伊较会佛法，啊讲较清楚哦。那么伊就安尼甲佛法问，佛法甲讲哦，伊是三宝伫伊自身当中，佛法种三宝伫咱自身当中，所以清净经正讲，名为得道，是无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那么伫佛法就甲讲，第一宝法宝伫个身躯。灵魂之窗，迄个灵魂之门，你今日灵魂若无伫，你袂通交我讲话，敢毋是？迄个我三五安尼甲解释，佮听有。伊讲好安尼哦，我讲啊，本来咱就是佛哦，伫个大半偌年前，咱就是佛的来出世的，但是咱即马拢迷昧去啊，因为他也有听净空法师的一些道理，啊，咱迷昧去了，所以咱即马大家爱透过真理的洗礼、修行、听道理。啊，把咱这不正的这观念呢，慢慢来改脾气毛病来改掉。哦，爱讲，啊，若发报第二报嘞，哦，口诀这五字嘞，哦，这五字吼，迄足深的呢。我讲无，无偌深。第一字就是咱本来过家乡。哦，啊，第二字呢，就是咱现在伫这上界，迄落伫这太极嘞，啊，伫这气天边啊，超气入地，慢慢啊修。哦，啊，这毋着福报，我讲嘿，啊，若真报就对，真报就是咱的学道，哦，对上天的一个体育。那么，咱今日一定要去实践，脾气毛病爱改，而且爱度化众生。哦，伊讲好，啊，你我听有啊，哦，所以咧，咱法华经甲咱讲，怀诸作戒，哦，咱今日有一个摩尼宝珠，结果咱搁去外口咧求，求神拜佛，哦，亲像咱小兰姐会再去打电话，好不好？哦，目前很慈悲哦，这很棘手。伊讲哦，伊阿红哦，有伊的时阵出，叫伊姐姐出一些头。俺姐姐就甲讲吼，啊，无你去学迄个相命师相看卖
是安怎最近运动啊，咱遮歹啦吼，啊身体袂健康，心情袂好势啦。有迄个电力公司今日去上班，转头就当面薪水各位先生，安尼敢有偌歹？我讲上比你较好，真个啊！我去电力公司上班吼，啊，遐转脚尔，啊，拢免上班，免薪水，讲安尼嫌唔好啦，无工课互伊做啦，哦。啊，种种种个问题，逐工就伫遐讲，伊心情作歹，若毋是想着因爸爸、加因妈妈、佮加因囝吼，伊就想要去死死个，就亲像咱台湾个忧郁症啊。啊，伊再佮敲电话甲我讲吼，去上庙了，迄迄个上庙师甲讲吼，爱互请迄个师公吼。伊讲法师个师公就对啊，爱安怎甲解啦，爱甲坐。我讲吼，就遐济，毋免啦。你吼发一个愿去分量，爱请坐。即伊会早也去走线香，伊也嘛去闻线香。不清楚，咱应该有当地去闻线香嘛吼。即无，啊伊走线香有去呢？伊讲伊要去闻线香。安尼去参加闻闻线香了，有啦，伊找伊个早有去线香，因为咱边看有录影咯。我一般啊，我安怎去？哦，安尼可能无当地因提提早你要去，讲要提早线香。那么呢，互我甲讲，你先去闻的，有敬地。而且吼，你发愿，哦，发愿讲机缘成熟，你要来吃素食，伊吃素食是会使，哦，你为恁囝发，啊，佮而且会当度化你有缘囝的子孙，啊，功德做袂少，安尼，伊讲好，伊讲若无请法师来办，讲爱开偌济呢？爱开30,000的人民币。我讲吼，我是无法唔敢讲吼，你30,000人民币吼，贵起，我是，无法袂使伫大陆绝对无讲钱。哦，这讲钱吼真恐怖，吼、哦，所以呢，咱怀珠作盖，真正讲去向外去求的，拢毋是究竟啦，吼、哦，拢毋是究竟。啊，藏宝还有，但讲心中有宝贝吼，啊，佫感觉讲人生是苦海，啊，毋知人去真正要如何化苦海为乐园，哦，化苦海为乐园。好，这是第二品，来第三品，疑问品，就是技术的六祖大师为。为气数解释淡摩祖师何以说梁武帝坐西道经布施实在了有功德以及念佛往生西方的疑问哦，这是疑问品内底哦，就甲你讲啊足清楚，而且伊着有详述解释个怎家的修行法哦。所以伫咱疑问品内底呢，咱甲伊个经文看看呢，大概伊个重要个是伫即个所在哦，重要个是。就是这个经义啦，安尼佛法一旦大家大家分享讲讲啊，当然有咱付钱的来啊，慈悲来第四品定慧品哦，就是极乐六祖大师为大众开始定无慧，体用不及而且发起哦，定慧定起哦，伊是不及的这个发起。那么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即是定在慧，即定即是慧在定。即各位前贤，咱听过几啊遍，咱应该拢了解。哦，即个修行法门，以无量为宗，无常为体，无住为本。就亲像咱迄个林天宝来甲咱佛堂了，用即三句呢问佛法公，啊，迄个夏妈妈曾老师，你敢知影六祖坛经有即三句？我讲我有读过六祖坛经，我哪会唔知影有即三句？哦，哎，甲我讲，啊是啥物意思啊？我就甲问讲，啊无你敢知影这三句是啥物意思？伊讲我无啥捌。那么各位先生，当然你这无量为宗，无常为体，无住为本，这咱有学过，啊就是讲，咱伫啊目前是无法变解释安尼啦吼。啊，唔对唔对，咱目前等下看甲咱说明，无量为宗，就是讲伫咱念头，咱为啥物咱讲念头？念头就是咱起心动念的源头，那我度人信心不离分别，爱以为动机是无量的，真困难呐、啊！哦，真困难，真正足困难，因为咱大部分拢无量，念念相续，哦，即是提步。那么无常为体，也是讲以常会当离常，哦，那么得当真正去得到无住为本，嗯。其实伫咱人民的自性内底，伊是无力量的，嘛无积极的，哦，啊，所以咧，而且咧，这三句咧，伊讲哦，啊，这个很深哦，我说当然，咱爱慢慢去体证，哦，你是安尼讲，但是要真正实践是足困难的，啊，你若无去遐体证，这是六祖云祖师
伊的智慧，哦，伊是留落来要予咱学习的，要予咱体证的。那么伫这个一年内底，这是佛法，直接当各位亲来分享。啊，来到坐香品，就是玉祖大师为文化的大众开始修习香品，不是玉心、玉精、甲不动相修行。所以呢，伫第五品呢，玉祖咱做产品内底，伊就有甲咱做一个分析，哦，做一个分析。那么坐禅的意义是外有一切邪恶境界生命起名为坐，对见自性不动名为禅。所以呢，而且你看禅，伊是适当嘛，就是讲，伫咱其实这个禅，哦，这禅师内底呢，伊的禅。这想的这知识呢，它有足侪足侪意义。我较看咱星云法师呢，伊迄本伊做的这个六祖坛经内底的这释义，迄本册内底，哦，伊分作四品，分作四品。哦，那么何况呢，我们都得来看看。哦，它里面解释的非常的，光一个禅，它就解释的非常多的意义。咱若浅显若有需要要看，我当借咱看吼。因为迄阵我下落去，迄四本册是对对来，就是迄阵头壳拢顶面报纸《人间福报》哦，顶足侪年诶，啊，拄送一套，迄资料，我感觉吼真正有够好诶，迄内底写甲足清楚，而且伊内底诶后壁吼，比如讲一段一段，啊伊后壁吼，伊去甲咱做一个非常详细诶解说。所以禅伊意义伊分作有大六大项目，哦，我通呢有时间呢，通甲咱前前一起来分享啊。那么忏悔品，哦，忏悔品咱有内底伊就有自性五蕴发心香，哦，戒香、定香、慧香、解脱香、解脱地垫香，哦，这五项内底伊内底写甲非常的清楚。我若学头一摆，我拢听无啥物意思，吼。但是后壁咱的课本内底来写足详细，啊，无常忏悔，说明忏悔，啊，四方誓愿无常三皈依戒定义止，哦。那么而且我发提出跟咱分享，就是讲自心皈依戒是两足足，就是福慧圆满的两足足。那么自心会当皈依净，会当利用足，因为咱若拢是净念。咱就会产生了一挂不净的这欲念，哦，咱的净地净见，合乎咱佛的净地净见，咱就真正咱的欲念愈来愈少，哦，愈来愈少，啊，就袂咧，互这个伫这个沉浮的沉迷这个苦海内底，互咱的欲海呢，把咱真正牵咧行。咱普通拢互咱的欲望牵咧行，咱才会痛苦，哦。啊，归依净就是众中尊，伫咱这个。社会这一年内底，如果到恶世内底，咱要如何真正归于净？哦，有一个清净的本体，咱显露的时阵，才有法度人显露，咱无这个人真正富贵。就像咱的甘培甘公主，为什么伊伫这个十大弟子内底，会当予咱孔夫子清净为十大弟子内底德行哦上好的一个弟子？啊，不过，论语啊，还是遐拢咧赞叹咱湛江的甘露珠。这句话就是讲，伊真正有一个清净的本体有显露出来，所以伊就无欲，吼，哦，伊就无欲。那而且可以当真正福慧双修，成就福寿，吼，哦。这是咱佛法才甲咱分享第六品。啊，第七品哦，机缘品真正伊就真正有够，咱讲话讲非常的努力，吼，哦，非常的努力嘛，非常吼，哦，有意思。每一个禅师，因的特殊拢无共款，而且咱六祖莲祖师针对这禅师做因材施教、观机度教的这个因缘内底，才乎这禅师拢会当真正找到了脱生死轮回的心法。哦，亲像因甲禅师因甲因甲禅师会讲，自将人识做体咯。原来伊一早二甲生死拢不相关啊！哦，啊，若无伊正道观，伊是一个开悟的禅师啊呢。但是我寿命寿一枝阁袂使，因为伫慧音王以前会当无师自通，慧音王以后无师自通拢是天庭外道。哦，
我发哥伫遮是讲为阴谋疫情是啥物，好甲在伫大陆赶紧请教副监理，吼，伊是行诸诶诶，啥物行诸义妹诶，迄个空间诶分嘛，对不对？哦，啊，爱对咱诶十福天元，十福疫情三福诶修完七福地势，伊是三福修完七福地势诶疫情，所以迄阵无力量，一切拢是佛诶本体，拢是佛。迄个咱个观胎佛祖来到这世间的意思，那么啦，教对咱认定古佛吼来，即条摩尼就来咱弥勒祖师、弥勒古佛落来，啥个拢若无属书一字吼，人讲从未过日干命啦吼，无是一字应在轮回时，念佛金刚经啊，迄个啥读破金刚经念佛大悲咒，不是人属一字正道得道，正果得果。还是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那么你这六作为作书，咱来甲看，每一个拢无同款，啊，每一个拢无同款。那么伫咱法诶看这本册，伊讲吼，其实讲咱六作为作书，伊讲诸佛妙力无尽藏的时候，伊讲诸佛妙力非光问题，其实毋是，其实伊是留智略遐的时阵，伊就绝对捌字啊。因为伊的书一再得到刘志磊有咧研究啊，啊，为虾米讲伊很关键？哦，其实是可能是咱刘作明做出伊的强记，啊无，即个上师所讲的，你讲本来地位贵族啦吼，可能感受讲真正有法度人愿意得到因材施教，毋是遐尼啊简单。哦，可能安尼想啦，啊，这是对不对？我毋知。哦，像吴金忠。伊就讲啥物啊？甲咪念观经啊，啥物经？啊来发海发达哦，读《法华经》三千部，智通智雄智德严殊怀中贤觉，甲智智法，智法是上阿爹吼，上阿爹的即个基缘体上阿爹迄个上师来修灵书，要修灵书来证道。哦，所以伫天甲上师内底，伊讲吼，迄个贤策哦。才能给他证据，他不是说给他证据，还是你来证明，还是证据，或许那时候想说，为什么我们的标准都一定第一什么？古中华民国，有公元2019年，对不对？一定要有这个据呢，表文来对，表文里面一定先有这个据，如果这一张表文要作废，这个据一定要画掉，其他不用画，只有这个据要画掉，对不对？咱挂号的前线就是安尼，安尼甲咱教。那么，伊只讲哦，有啥物人当为伊进步啊？所以这个句是很重要的。那么当然，你这演变内底，各位前人老二位，咱来当了解哦。各方的学者、师资、道体的语言非常的精彩玄妙哦。这是第七品。那么第八品呢？用奖品。啊，就是咱玉祖大师为新秀文人智行上师开始南陵北秀哦，伫北方呢有神秀大师哦，啊伫南方呢有咱慧能玉祖大师，伊啊教是呢教伊定慧的这差异哦，所以呢伫顿奖品内底伊讲个讲，其实我无顿奖真幼理顿，那么为什么有真幼理顿，何法那么想啊？哦。白白，咱安尼学习，为什么画迄落体会足深，足有兴趣的要学经典？啊，画啊讲啊，经典我毋爱去，我毋听无，我无爱去听。啊，就是听无，才爱来听，敢是安尼？哦，亲像我以前学这经典，我嘛听无呢。说真的，哎，甲咱的册拢无共款，亲像咱目前人即摆写一部新经啊，叫阮江美纯吼，甲伊校正啊，阮江美纯。我一直咧家己找资料，伊拢还袂交我付钱的。伊甲我讲妈妈，迄我真正看无咧，迄我无学咧。我虽然是中文系，但是咧发这心经甲金刚经，我无读。伊啊，四书论语、中庸、大学、名著吼，我可能看有。像或许有一些儿女吼不懂的，或许都会问他，伊马上可以回答。哦，啊，但是这发这心经，伊讲伊看者，他还拢无影。我甲讲啊，也是迄落。目前很慈悲啦，但是吼、喔，迄个人需要错别字，因为目前人台湾有需要，是叫我错别字，哎，可能无法法度来帮订正哦。啊，若内底的智慧呢，咱真正无法度来订正，我将会成功伊拢看无哦。你只讲发无顿章，发
我不过哈，应机接近药物贵贱对症治疗吼。啊，所以咱人有理甲钝。那么理甲钝对对来，其实伫咱本来自足来的力量，来到这六万多年的轮回，咱的力量哦，生甲死的差别，哦，生甲死的差别。为什么咱前人负前人，因的功德力安尼？哦，真正，互我拢赞叹的。那为什么咱袂晓？当然，第一，咱的智慧钝；第二，咱学习不够用心。哦，咱无像因用遐尼侪心伫学习内底，坚持起来安尼。所以咱若如果讲会当建立师资，啊，加紧咱的脚步呢，认真来学习，应该我们的根气也是会越来越哦。人讲根气愈来愈大啦。那么近期要怎来？不是讲道理这个讲啊，做个咯，拢讲啊，我道理这个讲来，甲人骗的，不是用骗的，咧动声啊，甲骗啊，不是无同款。那么伫遮呢，这是我哈啊，对这品的提出来，甲咱各位分享的吼。啊，当然伊内底伊的诶内容详细的，咱来看咱的经文。那么第九号法品，就是当时标题尊重的做法用好佛法的这经典。啊，就是迄阵应该有讲有武则天啊，还是什么国师啊，慧能国师吼、啊，所有内底的一寡，嘿，因为如果学弟护法品的不是很了解，第三个其实不是很了解。啊，第三护食品，哦，护食品呢，一定咱六祖永祖师呢，伊要千挂万集，哦，啊，所以呢，伊伫临涅槃的时阵呢，教导弟子如何去用三科法门。那么伫后壁呢，应该伊内底有伊个内容。那么三科法门内底有因解入哦，三十六对来讲来说法，叫我才不至呢失去顿门禅宗的宗旨，啊，六座千法千奥经轨经典。那么而且呢，因呢就是咱五蕴嘛，啊，所以咱其实咱拢是受这五蕴色受想行识的自性苦内底八大苦内底，甲咱困住嘛。哦，甲咱困住，但是咱若如果讲有法度人去体悟，哦，其实五蕴本空，五蕴本空，可是呢，咱，但是咱最容易受力量，哦，啊，就去互困掉个，哦，你敢若要大家讲时空不止断万年，无遐简单，哦，啊，时空不止个，啊，我袂记着，即个目前真正要教过，但是我袂记着，界有十八界，哦，六根感六尘，伊个心六识。产生了十八界，啊，进呢十二劫，伫咱阿弟有啦，好好嘛记会起呢。六根六根，十二入，入是十二日外六尘吼，即、十二劫十八界内底呢，会使讲阿弟三十六对哦，即伫副食品内底，把咱写较非常的即清楚。那么其实呢，伫咱六祖法宝大经内底，互咱一个深深的体会。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啊，比世间菩提脚如土土个。哎，何况呢，咱以后浅显呢，伊即摆咧学讲师，哦，伊真正有够精进诶。咱台湾诶浅显哦，真正哦，伊诶精进，咱甲学习起，哦，伊甲咱迄个慈悲咩岁数，一定要找离婚当上宾诶。为虾米？伊袂晓开脚踏车，袂晓开电动车，哦。啊，所以伊找厝找，离咱佛堂拄啊离两条街、两三条街，逐工用行的，一届拢行过来抓。就像我一届，当互我去，啊，互我倒，有时啊伫买菜，我住伫菜市仔边啊，买菜啊，点到经过，有时啊爱行过来抓就对啦。哦，啊，伫这个姻缘内底，伊拢讲，怎啊嘛，我伊理念比咱较好呢？哦，徐太太，咱偌赞叹伊的，徐太太吼，真抓去吼，互林凤。教伊呢，办道的上辈，伊讲吼，清口两年，教我这清口十四年做上辈，伊真正有够惭愧。伊若要做 OK 吼，伊会真正做惭愧。啊，伊甲互我困啊，时态咧甲互我困，互我答应吼，互我咧困啊吼，佫有时啊用精神起来吼，佫有听到伊伫遐咧背，两遍排版，清清的。哦，真正佫伫遐背上辈呢，但是伊有倒起无？有。哦，三月份我去点到甲咱小官处长去的时阵呢，本来伊就讲啊，小官来，小官处长去做上帝，小官甲讲无，我挂号，上帝有哪里爱做，因为我徛的吼，徛了遐久，
我以前不跟他功课，哦，啊，这样有啊，是我真的我要上场，因为他大约就有做过一遍，但是他又很惊，哦，他又很惊，我说不要紧，你上尾不要紧，让我站在那里，哦，会给你提词的啦，哦，点魂师上好提词的就是上尾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他说你别管了，哦，啊，我会直接给你提词的。哎呦，真正是哦，那做到偌好势，你拢唔免让我提词呢？我讲吼，啊，你拢无让我提词的机会。那么今日民风的精神会感染到咱的前贤呢？啊，伊讲的道理吼，咱目前有交伊讲，有甲伊自比过吼，伊讲的道理真正一心一意要了脱生死。伊加学佛吼，啊，常常我即马转来搁交代，伊甲医生、甲美儿累积，我去要验收。我安尼去甲讲，伊会做甲到袂下，啊，甲阮会包回来。叫妈妈今天他们来写礼节，啊，玉香已经吼献香礼节备一半以上了。逐天拢有迄个你微信内底甲我讲，那么这就是伊精神，而且精神，但是应该去探亲时，伊就去探亲，因为伊咧做礼表，哦，人家来用，伊就去做，啊，做者就随便来回答。那么而且呢，其实佛法，伊甲我讲，叫妈妈咱看册，其实是有限，真的是要体证。我说没有错，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界，离世间菩提脚就跟土界，因为伊早毋捌拜过师父，哦，亲像伊佛寺，伊阵还袂接受着咱的时，伊早嘛去佛寺听道理、念经，哦，啊，找师父讲道理、听道理，啊，伊讲吼，迄拢毋是境界。因为师父伫庙是要修足简单，啊，自从伊结婚了后，伊讲诶，夫妻之间的磨合都是修行，哦，跟道亲之间的一个磨合也都是修行。我说没错，哦，没错，哦，亲像伊咧做店诶啊，手袂使洗水啊，啊，若洗水吼，着爱用烧水啊，啊，逐个挂手套洗碗洗袂清气啊，啊，好好的甲讲哦，你讲你那个碗都没有洗干净，以后不要洗，你留着给叫妈妈洗就好了。我拢洗袂清气，我拢爱念。啊，即个伊就讲，叫妈妈，其实这是给我一个磨练。我说你不要生气哦。讲啊，你真正袂清气，我来，我讲啊，互你手套拔开，你讲这碗吼凉凉无？伊讲为什么都洗不干净？因为你挂手套要来洗清气，你冲无清气嘛唔知。所以洗了的碗吼，我搁洗一遍。啊，因为伊手袂使拔水，拔水伊咧做电灯来，拔水的，咧风寒的用。因为因做电疗是，迄电一个机械打伫脚经过因，才阁送去互人客。啊，所以伊手拢袂使放袂烧，咧啉水做了是在两点钟内，哦。所以呢，而且我才甲伊讲，确实你要去庙寺修行足简单，哦，要修一个，人讲话讲吼要，迄个要啥物啊？阿罗汉，要修成一个阿罗汉足简单。但是阿罗汉、十八罗汉才共一炉而已，咱今日修的是六道万行的菩萨品，所以咱会较辛苦，哦，咱会较辛苦。所以其实要做家己高深奥妙的佛法，就是到幽静之间。那么各位前贤，过去佛菩萨留这么侪经典给咱，咱爱安怎自我得救？哦，自我得救，因为你家己若无要救你家己，无人会当救。就是像前日秀兰姐给我讲讲，恁天皇若无要救伊家己，咱其实咱拢是做的，啊，你今日遐烦恼嘛有效，哦，啊好佳哉呢，伊就是佫会听妈妈的话，哦，啊，互我逐天拢爱精神喊我，伊妈妈逐天在讲，啊，曾老师啊，你爱甲阮天皇哦，逐天讲我话，哦，啊，互我真正逐天爱甲伊讲我话，哎，今仔微信做方便的，就是甲录音甲传去，安尼就好啦，啊，若我若传去，甲伊讲了我六十秒，伊拢甲互我。回一句，好，谢谢，其他都无回，好，谢谢，暗早听落去，咱拢唔知，哦，所以也是爱自我得救，因为看这片内底玉祖明祖师甲你讲，前两辈接凡夫，后两夹一佛，哦，佛是啥物？开悟众生，众生是迷茫的佛，哦，所以呢，伊玉祖呢才甲讲，得救的责任回归我们自己。爱咱家己自我承担、自我得救。哦，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是白玉的天使，每一个人拢有真正，经担着三者大的菩提的责任。
咱是毋是要有要尽这份责任？其实嘛，靠咱家己去选择。哦，你若无要尽，嘛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就过啊。哦，所以呢，而且佛法甲咱分享，所以佛佛在人生无妄求，人生只在念心求。其实这个佛经内底，哦，佛法去到少女呢，咱迄个林凤英妈妈，伊讲吼，啊，这老师啊，我拢唔捌啦，我拢唔捌道理啦。哦，我今日好笑这条尔，这条我笑几廿年啊，我笑给伊听，看伊敢捌听过啦。不过前阵子笑啥哩，敢知？笑这条。嗯。哦，伊那会晓笑一种调，我袂晓学。哦，那平凤会晓笑，我袂晓笑，就是笑佛在人生无妄求，一句偈。啊，我就来讲吼，啊，这是佛经内底，啊，你敢知影意思？我唔知。但是笑到滚瓜烂熟，我甲伊解释。啊，因为拄我要去进前一个月，伊隔壁有一个，讲是新加坡的一个电工司机啊，啊，开放播种，所以伊隔壁迄个有咧食素食，还袂清口，啊，带伊去开智慧，哦，然后带伊去开智慧，多点咧附近咧，哦，啊，讲江苏哪有讲一句，我讲对，啊，江苏来讲一句，其实咱本来就是佛，哦，佛在人生无妄求，我着甲伊做一个解释，像咱讲讲三宝安尼，伊讲哦，是是是。啊，所以我较旧年，阮旧年去呢，去遐拄啊点二十四种，我伊个四种二十六种，拄好因妈妈有收求倒来，我较连番我要烦恼着，讲惨啊，断平再顺利咧，结果阮断去真正有够顺利个，吼、哦，倒拢因妈妈叫来因兜求倒，啊，袂二一个遐，哦，拢做临时活动，啊，妈妈叫迄后生媳妇拢倒来食饭，孙仔拢倒来食饭。但是啊，搁伊甲我讲，啊，搁有三姐，啊，着，啊，搁有第一个哥哥呢，无来开智慧，今年搁要招我去，哦，要，啊，搁有要招咱父亲两姊妹去，吼，啊，去到少女，哦，啊，伊甲因二姐去讲个打电话甲我讲，吼，啊，即届来着，爱来武夷山佚佗佗嘞，我讲好，好，好，爱去自在，对不对？因为你无早钱，伊真抓紧时间，小王借钱个，要甲借个钱搁要开哦，我甲本来你面讲好啦，啊，无咱奖学班哦。迄落要甲停一摆，我讲唔通啊，唔通啊，阿咪转来，再共借咧。第二底个钱是来消防借的呢。咱毋是要来去抓命，咱后抓有早钱来吼，咱家来武夷山，因为伊扫有拄啊伫武夷山的山脚。哦，我若要去，好得二十五分的路程尔，但是阮阿无去。哦，阮原在爱转来，因为吼，无法咱地面讲话讲，咱的使命毋是要来武夷山佚佗的，临抓有请假，然后无排班，因为阮倒来拜师爷，拄啊讲训法，哦，啊，所以呢，而且也着想咱了解讲，其实只要咱若有心呢，上天慈悲呢，会甲咱拨转，哦，会甲咱拨转。啊，亲像咱即届去到德化，哦，啊啦，富前人甲咱青木呢，去迄个小林道，哦，啊去小林道，本来伊爸爸去泉州去足侪泉，要招去开智慧，无爱着是无来，哦。伊讲，迄去开地位若好，伊无伊偷爱摕我钱互恁买厝。哎，真正，伊讲啊，你拢无厝，因爸爸妈妈烦恼小林无厝尔。啊，搁咧有当人出国，无伊偷爱摕钱互恁买厝。哦，啊，这就是嘿，做兄弟姊妹呢，无了解因呢，就安尼甲伊讲，讲啊，所以无爱去。但是即逝咱付钱两去呢，人讲真正吼，要把身段放得很低很低。因为去，你一去，你就闻到咱古早时代咧饲猪迄个肥料的味。嗯。啊，恁敢闻会出来即、這个？敢会咱回想迄个意境、画境、画面？嗯。哦，拢迄落，咱咧一早咧熏，迄落肥料的味。嗯。哦啊，饲鸡、饲鸭，安尼鸡屎，迄落鸡鸭咧，咕咕，鸡杂、鸡屎，啊，搁而且咧，要过因兜爱经过一条河。啊，行一条，行一个竹排啊，独木桥，我行过呢，好啊，我惊死。但是呢，人因两个老菩萨呢，自在啊，行来行去足自在的。哦，听着我要去吼，要洗涂骹呢。啊，所以呢，即间呢，负责人去来助悲啊，来讲，即个讲是讲听话哦，听负责人的话啦，后抓好发无话，伊走去吼，来去倒我点头。哦，啊，所以呢，伫遮其实助缘。哦，啊，甲咱的德性足重要，咱的德性足重要。咱去到遐要感化咱的兄弟姊妹，一定要有德性。哦，啊，无其实看到咱台湾人伊会惊呢，伊想讲咱台湾人到时要来甲伊骗。伊，互伊了解了，才知影讲原来咱是真正一个
荷兰，对啊，像这林天吼，可能讲，原来世界有好人，哦吼，看到咱这伊讲，原来世界有好人诶，不用当作世界无好人，世间无好人，拢甲伊作对诶，哦吼。那么第二，自我归依，就坐在差不多譬如讲，普贤恭敬，即是继承通达，敬无地来自是自归依，哦，其实是爱归于咱诶自性三宝。信用咱自心，三心辅助，法心、报心化、化心的千百化心，拢辅助伫咱的自心当中吼，还会晓呢，真正了解皈依的真义。所以伫咱泉州，其实因拢讲伊是皈依，皈依佛教。哦，像咱净空法师的徒弟呢，哎，逐天听净空法师的这个视频哦。有时啊来，你讲出一个道理哦，伊最爱听哦。无同两个来啊，啊，你来做啥物名？即拢阁有条互我咧微信诶，听咱付钱人讲经讲经，听到够欢喜诶，搁伫咱遐食寿司，讲有够好诶。但是要找来开智慧，伊面啊无成熟，哦，伊面无成熟，但是咱嘛是家做朋友，哦，嘛是搁煮寿司请伊食，伊讲有够好食，台湾寿司咱遮好食。啊，迄塑料伊感觉好食，找伊赶去，嘛是搁送伊个，吼、哦。啊，所以呢，其实咱是用叫伊结一个缘，吼、哦，咱叫伊结心个。若讲比心佛得爱心结真缘，吼、哦。好，啊来到这结论啦，吼、哦。啊了嘞，咱到请目前甲咱慈悲。那么伫遮呢，佛法以这个结论甲咱多一些人分享，咱加学用点，就是要真正咱修正素性体，哦，修正素性体。见修不达，对于生活能千品之主，即见生闻。那么当然到声闻，啊，就是搁还未发大人成佛的哦，啊，搁有地界，啊，搁有一挂障碍。那么到淡薄之性，经过缘起性空，而且十二因缘法内底呢，就自见缘觉哦，十二因缘法吼，四十二因果吼。那么，各当达到临终之性，度就不凡不恼，即见菩萨大悲之心。哦，其实无诸无相无念，即见如来不动之性。见性并无半分的秘密，所有的秘密尽在主边，一切都在我们的自心我当中。只是看咱要如何哦，去真正看讲，有法度达到即自性清净，体悟着咱自性苦集一切。本自富足，本不生灭，本无动摇，本自清净，人心满怀。而这个因缘内底，互人去解做一个体悟了后，而且搁伫这个世间法内底如何体证，在无常当中体悟到真常。哦，伊的殊胜是啥物所在？伊的重要性是啥物所在？咱只要有法度真正能够勇往直前。不管多艰苦，拢共艰苦，食苦，食苦当作食苦，来普渡现定是真话。其实是咱渡人，而且因缘内底嘛，会当互咱成就，吼，互咱成就。啊，所以呢，佛法，是伫遮甲咱各位先来分享咱一本《六祖坛经》伊十品内底，而且重要，哦，重要伊个精髓尔。若要真正咱对即马开始研究了后，搁做一届研究，佛法会比之。那咱爱上讲一本《六祖坛经》，已经讲一处应该是第四处还是第五处啊？哦，啊，所以其实嘛爱把握一年啦。咱目前的慈悲哦，洪金玉慈悲，吼，咱即届阁有再一处学习《六祖坛经》的机会，咱爱好好把握。唔通讲啊啊，咧经典我无爱去学，无爱去学，其实咱根本拢是袂晓，吼，拢是袂晓。来当达到讲啊，《六祖坛祖师》这本经典，会使讲是较简单，哦。甲咱个师叔共款，是较浅显而懂。你若像《道德经》《金刚经》哦，即着真正迄个无遐尔呾简单。你若无真正用足大个功夫来要会当去了解，是有所困难个哦。就是今日佛法甲咱各位先生学习啊，即、這个佛法个即个资料。那么当然伫咱个经文内底，也是咱等下呢要请咱付钱人呢对。对咱第八页的后壁，甲咱做一个慈悲的开始，吼、哦，也是咱目前的，啊，拄好有滴国家，咱
顺着时间到杨副前的，安尼刚好。感谢杨副前的，还有我们各位领任啊、组长啊，给后学学习的机会，感谢前人慈悲，谢谢。前到恭，坤到恭。